牛粪混合酶粉压块成型后具有高热值和耐烧性，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生物质燃料。这种生物质燃料不仅能够满足生活中的能源需求，还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减少对非可再生资源的依赖。首先，牛粪混合酶粉是一种高效的生物质燃料，其热值高，能够提供比普通燃料更多的能量。 能够满足生活中各种能源需求，如热水、热气等，尤其适合于一些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的能源需求，如发电、烘干等。其次，牛粪混合酶粉具有非常好的耐烧性，它不仅在使用过程中不会轻易燃烧，而且还能够在长时间高温下耐受。 这种耐烧性是由其特殊的成型工艺所决定的，坚硬的成型块具有非常好的抗压性和抗磨性，可以在燃烧过程中保证燃烧温度的稳定性和燃烧速度的均匀性。最后，牛粪混合酶粉还具有非常好的环境保护效果。通过混合酶粉和牛粪的方式制成成型块，不仅可以有效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， 还能够减少对非可再生资源的依赖，同时还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。这种生物质燃料的使用，对于环境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。总之，牛粪混合酶粉压块成型后热值高耐烧，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生物质燃料。它不仅具有高效的能源利用效果，而且还有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。 因此，在未来的能源选择中，生物质燃料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。